生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也可以选择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师傅，请问一下停车在哪里？现在哪里都可以停，哪里都是私人的，停车停车还没建好啊。哦，哪里都可以停，哪里都是私人的。那里面可以停的。哦。这里面。要付钱是吧？停车多少钱了？停车多少钱了？哦。好，行。这里可以停不？那边？哦，好好好。你停那里买呀。别说他已经去停车场了，他还没捡着进去。现在还是一个小众的景点。走吧，往前走。八十几的是他还硬币。这边就是右边这个停车场，就这里进去。五块钱停车场，现在停车场还在建，就停到这个私人村民家的这个停车场，收费五块。对的。有没有现金？现金啊。60块。最后了，哦，还有，哎，还有。就说要留一点现金的。来来来，10块。还没吃完。来这。好的，我找你50啊。票买好了，门票是30块钱一张。钱找了吗？钱找了，在我这儿。从这儿上啊！哦，行行，知道。哦 ，OK。那这个景区呢，现在还在建设当中。如果建好的话，它这个门票可能就估计不是30的。那边停车场呢也还在建，然后我们是把车停在村民的一个停车场里边，5块钱一个车。那行，我们从这边上去吧。啊，哎，还有马，哦，好多马哦，应该可以骑马上去吧。好帅，看到没？应该是可以骑马上山洞。骑马吗？没有。一直骑大底的，一直骑到花鸡塔那里到的。你多少钱啊？80元一个人。骑到最上边？对对对对。有花鸡塔。你们一步都不用走了，一下马就可以玩了。可以玩了，要不要？有花鸡塔吗？要不要骑马？你骑吧，我不骑。你这样跑吧，好吗？去听上楼呀。要讲一下价吗？那个肯定的啊。啊？肯定要啊。能不能那个什么便宜一点啊？啊？能不能便宜不？那就70元嘛，这便宜了。那本来是一赔。50行不行？就这样吧。你们两个都坐吧。两个都坐。要不要？两个都坐一把。只一个人，我要录东西。啊，阿伯。行不行嘛？阿给十了呀。行，可以。要的。行不行？可以哈。所以说我们来这些地方，都要讲价的，要不然就会吃亏。要的是80，然后给他们讲的是，要的是100，一开始现在给讲的是讲到50，对半的。我就混了，说能买车钱。这上面大不大呀？这上面。大。大概要逛多久能逛完？如果早上去逛的话，不清楚，那个是不清楚。不清楚。对。你们没有去逛过吗？逛过的。那你们能逛多久？我们很快的。10分钟，20分钟。
这里二十分钟吧，这里二十分钟哦。好乖哦，哇，它摸着它好舒服哟、哦，对，狗狗一样。我的马是最乖的啊。这个大姐人挺好的，对吧？对。我觉得在这里起码就是50块上山顶真的是，对，值乎很值的。那天耳朵。你们就说在这里最后收的所有钱都要交给他们，对，那你们不抽钱吗？不抽。不抽那你们不是白忙活了？有一个马组长嘛，就是 一个马副长，马组长，对，他们给你开工资，开工资不是开工资，一天多少皮费嘛，到我算皮费嘛。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去年才修的，以前都只有徒步上来，现在才有马可以骑上来。这个景区现在打造，以后估计打造好的话门票就会相应的就会更高一些了。走，我从这儿过去，让我们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它的美。但估计以后那个景区建好以后，我觉得可能不能再这样子近距离的去感受它的美了，就跟那个九寨沟一样，是吧？全部要拦起来。对，我觉得比黄龙好看多了啊！慢一点。五彩瑶池，这个是。哇，好漂亮哦！那个水好清，那水是那个蓝绿色的，碧蓝色的。哦，我的天！不能踩，危险的，那个。别踩我！这里写着，看到没？肯定不能踩啊，这个是保护啊，这个东西啊。别踩我，我怕头，千万不能踩到了，它是要把它保护起来的。这是钙化形成的吧？对，应该是个钙化层，钙化石那种。嗯，所以我们必须保护脚下的这种。摸一下吧，好多人扔瓜子哦，还有抽烟的。嗯，对，是钙化层，冰冰凉凉的。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的时候，还是要一定要爱护它，不能往里面扔东西。还有烟跟这种，看着好心疼哦，觉得这到处都有烟头，这么美的地方，对吧？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白水台是碳酸钙溶解在泉水里形成的自然奇观。土耳其有棉花堡，我们中国有白水台。前面那个山路好险峻啊，我们要快点、啊、快点离开这里。好多落石，对，都大小不一的落石，好危险。如果我们被任何一块大小不一的落石砸中的话，今天就不要离开这里了、就是、快点，我要快点离开这里。而且天色都已经晚了。对对对，七点多了吗？看一下，对，七点半了，我们估计要11点多。还吃东西呢，又吃的饿着肚子呢，还我们估计要11点才到丽江吧，对对吧，差不多。而且路上都没有吃的，都是荒郊野岭的。刚才路过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上也没吃的，全部关门，没有一家开门的。这里估计都没什么人吧，这个山区没什么，对，这个山区里面没有什么人生活，而且也没有车，一辆车都没有，全程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这儿。好孤独啊，感觉这是最孤独的。是有点，就是怕天太黑了，有点危险，我们要赶快下山。现在我们是在那个山上嘛，我们赶快下去，有点危险。那要先吃个这个垫一下吧，只有一块了。这个青稞饼，刚才早上在那个香格里拉买的青稞饼，我们一人一半分着吃吧。好吧，好可怜啊，快饼两人分。没事，然后到了以后，这么晚了，肯定也没什么吃的。吃个泡面呗。对，今天随便吃吧，今天吃个泡面。来吧，分你多一点，因为你更新。我吃一小口就行了，哎，我这随便吃一点，现在我。
方便。那你要这个？先把口袋给我。我也吃不了多少，不行。这是今天中午在那个藏民家吃的那个9.9的套餐，青稞饼。大盘。对，一大盘，剩了2块，现在刚刚吃了1块，那这里还剩1块。就一人一半呗。这里马路两边也有一大片像我们刚才那个白水台看到的一样的被钙化了的地方，两边都是白茫茫，两边都是。哎呀，不过下雨了，而且又是晚上，又看不到。来，给我一下。哇塞，等一下。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这边啊，这边，这个公路两边全是刚才我们去的这种白水台的这种钙化的这种地质吧，地貌，一分钱不要啊，这里就是。但是他们肯定在建景区，你看肯定在建，看这个样子啊，肯定是在建这个景区，以后肯定会围起来收费。好漂亮哦！对，全是，但是它像现在还没有，还没有那种，那个雪山，雪山就在上面，上面就是雪山。哎，那个雪山像一个人的头的，是一个化妆包，化妆包跟这个放浴室里吧，放浴室里。哎呀，这浴室还挺大的。哇，这浴室还挺大的哦。放这下面吧。放下边。哎呀，这个窗帘拉起来。好大哟，挺不错的，还有一个浴缸。不过没时间用了。OK， 要换衣服了。